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 Dan 今天整理了一下一位韩国作曲家分析的女团一季目前的现况在身为大姐姐 TWICE 和黄金榜年 MIX 之间一季能够散发出明确的存在感吗出道初期一季可说是极具突破性的女团一般而言 idol 歌手的歌曲能够登上音源榜并不容易但他们以出道曲弹拉弹拉一举攀升到第三名取得了爆炸性的成功从作曲家的角度来看这首歌的开头噔噔噔噔噔部分带有 EDM 风格的强烈低音而副歌部分则突然转变为豪词风格接着又融入了 trip hop 元素我对那时的华丽风格感到非常惊艳至于最近的歌曲如 Cake 和 Sneakers 在一开始似乎延续了一季的风格但到了副歌部分则变得更加明亮和易于聆听因此对于像我这样偏好他们初期风格的听众来说现在的歌曲可能会引起一些喜好上的分歧首先来看这两团的相似之处的话 aespa 和 blackpink 的歌曲风格都非常突破性和强烈相比之下 twice 的风格则显得较为轻松愉悦至于一季他们的音乐虽然不像 twice 那样完全轻松但同时也没有像 blackpink 那样特别强烈的感觉一季似乎占据了这两种风格的中间地带这就好比有些人喜欢同时品尝甜味和咸味的食物一样可能这正是喜爱一季的粉丝们的特点他们演唱副歌部分时即便我是一位作曲家有时也难以分辨出各成员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声音都带有一种轻薄而轻盈的质感并不像某些团体那样具有强烈的音量和厚重感通常情况下多人合唱时会需要声音上的对比很多组合通常会有一位成员的声音比较厚重而另一位则相对轻薄然而在一集中似乎缺少了这种厚重的声音他们没有那种大破伴的声音这可能会让不喜欢这种风格的人觉得他们缺乏特色或歌唱能力有限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曾与许多 idol 歌手合作可以肯定地说一季达到的歌唱品质绝非仅靠一般的歌唱能力就能实现的无论是后期制作还是和声原始的声音必须是优质的一季虽然成员们的音量整体不大但他们歌唱时既精致又富有表达力我认为这正是他们的一大优势我认为海外粉丝和国内粉丝对一季的歌曲喜好可能会有所不同海外粉丝似乎更倾向于喜欢他们最近的歌曲例如销量超过130万张的专辑 Cake 等这些最新的歌曲具有一种轻松一听的风格有点像 Twice 但又融入了一些 Hip Hop 元素海外粉丝们似乎特别喜欢这种风格另一方面韩国粉丝可能更偏爱一季最初的风格例如他们突破性强烈的出道曲 Taladala 以及后续带有 Hip Hop 和强烈风格的歌曲谈到一季专辑销量超过130万张的成就这不仅是艺人努力的成果也反映了公司的努力和支持我认为他们的合作非常匹配因为一季总是在尝试新的事物有时这些尝试我觉得很成功但有时又让我觉得不太符合期待尽管如此他们在海外市场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我认为一季与 JYP 的合作非常成功我个人希望一季能继续保持他们那种既轻松又带有 Hip Hop 风格的音乐概念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塔拉达拉确实太出色了之后的歌曲似乎一直没有超越前一首歌的感觉老实说作为迷弟有点难过每次回归总有人说是在走下坡我只希望他们知道我们总是在支持他们许多人对一集有很高的期望所以意见分歧也很大但我希望成员们不要因此受到心理上的伤害虽然人们最近都说 JYP 的女团表现不佳但这可能是因为像 NewJeans 的 Therapy IVE 这样的团队在2022年到2023年取得了太惊人的成功相较之下才会这样看起来但实际上从2020年以前的情况来看一季和 MIX 在销售等方面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对于作曲家对一季的分析以及韩国网友们的反应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